画面中可以看到小朋友小跑步，突然一只米克斯冲出来咬住他，吓坏旁边的大人，赶快冲过去将小朋友还有小狗分开。小朋友痛得哇哇大哭，右脚有好几道长长的咬痕跟淤青，家长看了实在是好心疼。救护人员到场将小朋友送往医院治疗，但你来听听受害家长怎么说。他也没有去摸他们的狗狗，或者是就是看他们都没有，咬着不放，然后是我二姐夫他赶快去把他抱起来，差点就咬到那个重要部位，整个都淤青，整个就是超紧张的。现在看到那只狗还是一直想要暴冲出来咬。30号下午，家长带着孩子到嘉义县中埔乡一间钓虾场，当时正准备要烤虾来吃，3岁的男童跑过去要找父母，但另一桌的狗突然从桌底下冲出来咬住男童，狗主人还说没咬到没有事，狗狗有打狂犬病疫苗，就默默坐在那边看，让他们相当不满。家畜疾病防治所表示将请饲主说明，若有输中犬只肇事，依动保法最重可罚15000元。